今天我们测试一下马桶的弹跳力啊，看看以马桶的水平能不能参加亚运会，以你的水平能不能参加亚运会，咱试一下好不好？最基础的，来一个马桶，马桶来，走，跳，回，过来，跳，过来，好嘞，过来，来，过不来吗？跳，你这智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。你过来呗，这么高就这么高，你看看到哪就脚就这么高，给我叫他过来，你过不来，过不来，你来呗。250，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你是过来呀、啊？胶带就这么高，兄弟们，你们看这胶带结多高啊？给，就两个火腿肠那么高，他过不来。过来呀、啊！过来呀、啊！着急，不是马桶，我就问你咋的，就这么高你过不来吗？你跳啊，你跳，你不要抢吃的，你跳过来，跳过来都有了，你跳。你要是参加亚运会，你跳呗，你跳一下，跳往，你要是，你可以再跑一下，你往后退两步，助跑，好，助跑，过来跳，这还需要助跑啊？助跑一下，跳过来，快跳跳！我叫你，一抬爪子都，你看，这高度就在他的腿这儿了，他过不来。你能不能过来？你助跑一下，助跑一下，来跳跳跳跳跳跳跳，走你，走你，跳跳跳，走走你。我这拿你没办法了，吃的有吃的有吃的，你跳过来，跳。跳了半条腿了啊，这不是过来了吗？过来，后面两条腿过来呀，后面两条腿来。你这个智商啊，我的天哪，卡到这儿了。不是，你这不算，你跳过来，跳，听我的，俩腿一蹬一蹦都过来了。我给你打个样，来，给你打个样啊，看好啊，马桶，打个样啊，看好啊！呀，哎呀，过来了！哎，对嘛，这也可以嘛，可以，好，然后加难度吧，加再来一遍吧，再来一遍吧，来一下啊，来一下，哎呀，我给你打个样，看好啊，马桶，看好啊！呀，呀，哎，漂亮！好，难度增加，增加难度。抬高一半吧，好，这个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吧，你别那个，你从旁边，你从上面跳过来，马桶，让他跟着学。我给你打个样啊，看好啊，走，好，过来，你说他会钻，那是高估他了，我跟你说。马桶，过来，这么高都跳不过来了。你跳不过来，钻过来也行啊！过来呀！你来呗！来呗！来，过来，给吃的。这都不用往下趴，直接走过来。这都不用趴，直接走过来了，这上面。能跳一下，你能跳一下，你能死呀！你跳一下，你能死呀！马上跳！跳！参加亚运会的狗屁，肯定是垫底的，都没资格参加。气人！你都说的是智商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，最后一次机会，马桶看好啊，过来，跳过来。